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习近平31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，欢迎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。 天安门广场上，明礼炮21响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委员王毅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全国政协副主席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。陪同阮富仲访华的有：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组织部部长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。 中央内政部部长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会常务副主席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公安部部长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防部部长等，军乐团奏越中两国国歌。 阮富仲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，观看仪仗队分列式。阮富仲适应习近平的邀请，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。